大家好，我是青青老师。我呢，下一个视频给大家讲气声的演唱方法，所以今天呢，特意准备了一首歌曲，《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》这首歌呈现给大家。当然，并不是说整首歌曲都用气声演唱方法来演唱。我下一个视频只是说针对气声演唱方法，给大家一个练习的这样视频，一首歌曲肯定是啊，气声、柔声或者以及其他的演唱方法可以柔合到一起，是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很优美动听的歌曲。这首歌的歌词和曲子都很大气，可以是母亲对儿女的牵挂和祝福，也可以是儿女对父母的牵挂和祝福。也可以是对远方的爱人或者亲人的祝福和牵挂，听着很感人，就是深深入耳，句句动心。好，那么下面请大家欣赏我演唱的《我的祝福》，你听见了吗？这一。